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通过网络朋友的介绍，今天我又来寻找不一样的美食啦。这里的选择不多，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是现做现卖。我叫隔壁小唐，我老板很体谅，他直接拿一个杯放糖，叫我们自己加自己适量的糖。今天的美食 vlog 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